除了刚才为我们致辞的贵宾，今天仍有许多校友及贵宾特别拨空前来参加本次的校庆庆祝大会，谨代表大会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现在让我为各位介绍与会的校友及来宾。介绍到的贵宾，麻烦您起身，让我们现场的同仁跟贵宾为你们鼓鼓掌。好，首先介绍陈金让董事。郭立群董事、谢正玉董事及夫人、罗义强董事及夫人、接下来介绍校友部分，校友总会刘昭明名誉总会长夫妇。校友总会张立毅副总会长，是第六届杰出校友。校友总会潘文芳监事长，是我们第八届杰出校友。校友总会施鹏贤副总会长。校友总会钱秋华秘书长。新竹校友会潘文辉会长，台中市校友会廖年亨会长，台南市校友会黄瑞峰会长，高雄市校友会张丽华会长，花莲县校友会黄永满会长，气管系系友总会张秀梅会长，建筑系系友会黄文斌会长夫妇，都计系系友会周怡强会长，土木水利联谊会郑金盛会长，届杰出校友崔生祥校友，第五届杰出校友刘延村校友，第九届杰出校友王华宇校友。台中市市议员张春张议员，第十届杰出校友孙庆瑜校友，彰化县校友会代表廖明亮总干事，云林县校友会代表吴树平总干事，北加州校知会陈贝贝名誉会长，谢谢所有与会校友、来宾以及同学。接下来是我们的校歌演唱的部分。本次校庆大会在唱校歌的部分有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由本校管乐社学生指挥黄子修同学重新编写管乐演奏乐谱以及合唱乐谱，在今天首次发表演出。也请我们在场的所有校友以及全体逢甲人能用你们的热情大声唱出我们的校歌。接下来由本校学生合唱团带领大家献唱校歌。唱校歌，全体来宾请起立。
来宾、同学，请坐下。李晨，奏乐。结束后，本学年度拔河总决赛将在室外篮球场举行，欢迎各位校友嘉宾前往观赛，青山服务同学将为各位指引方向。现在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校长、与会贵宾及校友先行离开。师长请同仁请先稍后。退休联谊会的贵宾，请在现场稍候，待会将有工作人员引导各位前往下一个活动场地。再次感谢所有嘉宾参加本年度校庆庆祝大会，期待明年此时我们大家再度齐聚一堂，祝福各位事事如意。